二，一件拾取物品。在我们锄大地的时候呢，击杀怪物呢会掉落材料啊，在比较多的时候呢，一般我们都是一个一个点的啊，其实呢是可以进行快捷或者一键拾取的。手机端只需要点击屏幕空白立方就可以一键拾取，非常简单。而电脑端呢，只需要拉到最后一个，就可以快捷的领取。不过电脑端没办法一键拾取，这个有点难受。